阿宝的产品油液。阿宝晚上想吃什么啊？排骨汤。OK。阿公，我还是吃鱼吧。吃鱼可以，但是我今天买的是肉。不然还是吃红烧肉吧。你到底是想吃什么呀？不然我再想一想吧。树头开在，莫惊树尾起风台。意思就是，不管是对于人或事，我们都要立场坚定。今天喜欢雪碧，明天喜欢可乐，后天又喜欢奶茶。不要受外部的影响，坚定自己的内心才是最重要的。坚定自己的内心才是最重要的。